2日，谷爱凌分享了一条在家做平衡训练的动态。视频中，她身穿紧身短款运动装，实力秀了一波好身材，四肢纤细暂且不说，腰间的腹肌更是十分明显。众人直呼这身材太好了，不知道该用什么词来夸了。还有人注意到，谷爱凌穿的是安踏的鞋子，纷纷直呼支持国货呀，真不错。据悉，今年18岁的谷爱凌是中美混血。2019年，她放弃美国国籍，转入中国国籍。并在同年决定代表中国队出战冬奥会。前段时间，他和易烊千玺的冬奥会宣传片引起吃瓜群众们的热烈讨论，俊男靓女的组合分外养眼。近日，谷爱凌偶尔会在社交平台分享自己的生活动态、训练日常，想来是在紧张的备战冬奥会。那么，大家期待谷爱凌在冬奥会的表现吗？